环，右脚不上，二，转换重量哦，千万不要身体转过去，这样前面的人会倒。我只把重量转换到右脚，你的身体就有办法归零了，就会正式的朝斜中央走。后旋即没有任何的转度，一，侧稍前，二，三，好 ，progressive shift to right， 朝斜中央，嗯，一，一到二转四分之一，注意了，站好了，左边向左转，转四分之一 to side， 二，好，右边哦，向左转，转八分之一，加，好，第四步侧稍后。三背对五呈现，好，再下一个凹再欠举 ，and 这个地方注意了哦，这个脚，这个脚，啊、哦，一点点转 ，and 过来一，注意下一个动作，身体转回来了，站好，身体转回来了，一，回正，落体正，注意了哦，不能乖，后退落体正 ，total in 二，右边很清楚哦。我要带女生进入 close position， 我要带女生进入 close position， 二、三、and 一，好，我来看了，一样，把女生放在右边 ，and 二 ，and 三，好 ，and 落体重，哈、哦，你都要考虑后退的时候，你的舞伴在你的面前，他要站 between。哦、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站这样，那对方人家没有办法前进。哦、后退落体重要 total in， 然后把 shape 方向放在左边，一、二，转换重量，三，好，你就在前进，一，体重摆上去啊，注意啊，头要先过去，跨越过对方，二，哎，三，跨越前，一，二。三 ，progressive shift 出来，注意哦，不能太掉，因为我伴着左脚在你的右脚外侧，所以你要正正的退，落体正通正印，把 shift 放在左边，不要歪到这边来哦，留在这边，一、二，加，侧稍前，三，好，为了你向左转，哎，凹再欠起，一，体重摆上去，二。注意啊，不能在这边，因为你的左脚在对方的右脚外侧，你正摆好了。左边向左转，一定进入 cross position， shift 它就在左边。and 三 ，and then shoot in 后退，注意啊，不要 CBN， 好，不要 CBNP， 不是，一开始就 CBNP， 是落体重的时候。